什么样的料理？素炒三鲜。素炒三鲜，对，素好，对，那就打三素，大量，哎，来，我们这个南瓜。南瓜，素的南瓜，哦，还有呢，杏鲍菇，杏鲍菇素的，香菇素的，对，哦，来，我们把香菇呢先进来哈，来，再来还有杏鲍菇，杏鲍菇都切成丁嘛，哦，都切成丁，全部都切成丁。哎，所以潘博士，那菇类是因为比较多那个黏黏的东西可以固味吗？纤维质，纤维对，纤维质蛮。它这样不会不好消化吗？纤维质本来就都不会消化的，它就是直接会下去。不，但是你嘴巴还是要搅烂一点。对对。好，他都已经把它切丁了。对。对，我们现在做切丁哈。那颜色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哦。等一下，不只有多囊底，还有呢维生素 A 的南瓜都在里面。是。对，那满嘴满口都是非常好。对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我们三种的东西要先把它炒香。好香哦，已经很香了。还美，还不够香。香就很香吗？还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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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美出来。南瓜会出味道哦。对啊，而且南瓜它其实你看南瓜好像很硬，对。对啊。很难锁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其实不然，大概四五分钟就好了。真的不然？对。哎。其实不然啊。哇塞。我你什么时候讲话那么文绉绉啊？其实不然。到底是不难还是不难？都是啦。哎呦，你偷加什么？哎，我们没有偷加，正当的加，这是姜末。对，还有呢，你看闻一下那个香味。哦，好香哦，那个香菇的味道。再我们倒一点昆布汤。昆布高汤下去。昆布高汤，我们进来，直接进来哈。加快一半的时候呢，来，我们加一点盐巴进来。盐巴进来。好吃哦，盐巴，还有一点点的糖，再提味一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现在把它煨了大概五分钟，要煨五分钟，煨五分钟好不好？好的，对，来五分钟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很快的五分钟就到了，整个汤汁都干了哈。对，那我们再加一点香油进来，有点香味就好了。哇。那等一下这个南瓜呢，吃到嘴巴里面马上化掉啊，入口即化。对，但是呢，它还是整块整块好好的，但是吃到嘴巴里面，真的什么营养都进去的。哇！好的，我们马上上桌试吃喽。先拍手，不要急啊，你太急了，没关系啊，手我帮你们拍。嗯哦。对，南瓜真的入口即化，化掉。我的杏鲍菇也好好吃啊。对，杏鲍菇有好像有点好像做的那种感觉，但它的素，但很好咬。对，而且整个满嘴的维生素 A， 满嘴，就进了满嘴。干香菇啊，去补足它的香气。哦，南瓜的是甜度，对。那杏鲍菇呢，是满满的甜度跟香气，然后吃的像肉的感觉。嚼劲儿，哎，然后再淡淡飘出来这个香油啊，姜的味道，你不要想象的味道了。哇哇哇！这道素炒三鲜不但做法简单又营养，还能保护你的胃，大家不妨做做看哦。紧接着要推荐你甜椒，它不但能固胃、预防胃食道逆流之外，还有什么营养呢？马上来测验看看喽。甜椒可以保护食道黏膜，而且用大火快炒，更能减少胃酸逆流对食道的伤害。对或错，请抢答。没哦，我还不习惯他新抢答的那个 tempo。对啊，我还不太习惯。我要吃。对，恭喜你答对啦。好的，第二题，患有关节炎的人多吃甜椒，可以减缓发炎的情况，并且帮助关节的修复。对或错，请抢答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的智慧不会亮。我们都会不会没有？是没急起直追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关节炎就是成功吗？对对对，恭喜你答错啦！我还是一样哦，五六五哦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红甜椒营养丰富，食用的时候呢，如果磨成红甜椒酱，营养成分会更好吸收。对或错，请抢答。南俐姐，对，恭喜你答对了，耶！又拉到三。现在是665哦，665，如果说是两个人都是一样高分，就各送一本。如果刚好师妹追上来666，就三个人一人一本，三个人各送一本。好好玩呢。
将甜椒和牛肉一起炒来吃，可能会造成黑色素易吸收还有累积，形成黑斑。对或错，请抢答。太紧张了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甜椒和牛肉一起炒来吃。啊，是错，不可能啦，外面卖那么多青椒牛肉，怎么可能？甜椒，他们现在是有点崩溃的。他们是亲戚，不是他们是亲戚吗？不可能啦，好，真的不可能。加油，答案是，恭喜你答对了。看一下哦，这个营养题的第一题哦，甜椒可以保护食道黏膜，用大火快炒更能减少胃酸、胃食道逆流对食道的这个伤害，是对的。为什么老师？它有什么成分是可以这样？那它因为一般我们大火快炒，它营养分损失的比较少，是对，因为你如果是过度烹煮的话，它的营养分就不见了，所以它维生素 C 很多咯。哦，是啊，甜椒的维生素 C 非常多。那它除了维生素 C， 它有什么营养成分？还有维生素 A。有 A， 对，哦，还有没有？那就其他就是看颜色了，因为像黄色的可能还有一点叶黄素。对，对，我那紫色的就有是花青素。对，花青素，对。可前阵子好像有人攻击它，对不对？好像说攻击它，为什么？有人攻击甜椒啊，农药。是不是说它的农药？它农药一直都很多，你就好好洗就是了。那你这个农药的部分啊，比如说像它会比较卡住脏东西，会农药就是凹槽的地方。对，哦，就切这个凹槽的地方。清爆吗？这个也是。那我会建议你刚才用水来冲，冲完之后你可以拿一个软毛刷，把它刷一刷。哦，尽可能把，那你不要说哦，为了要怕说哦这一块农药多，把它切掉之后再拿去洗，不行。本来农药在外面，被你一切，然后就进去，要先洗再切，先冲洗，刷完之后最后再做切的动作。哦，对耶。你都怎么切？你都怎么洗？我都就是一开水洗，然后就把它往里面嘟一下，然后就拔掉了。哦，把农药完全把它嘟进去。哦，把它清洗是最重要的，清洗完之后再来做切。哦。第二题，患有关节炎的人多吃甜椒可以减缓发炎并帮助关节的修复，为什么不行？对，为什么不行？基本上它的维生素是可以有这个功能，但是因为他们研究就是发现甜椒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植物碱，这些植物碱可能会抑制关节的修复，所以如果大家是有关节疼痛的人就适量吃吧。好，再来第三题，红甜椒的营养丰富，食用时若磨成红甜椒酱，营养成分呢会吸收的更好。当然嘛，你把栗子弄小了嘛，就好吸收。对，它跟那个番茄有点类似，因为这个甜椒有那个甜椒红素。对。然后像番茄的番茄红素，它是需要把它破碎。对。就是细胞壁必须破碎，它比较容易出来。对。哦。那最后一题，将甜椒和牛肉一起炒来吃，可能会造成黑色素易吸收累积形成黑斑，这是无稽之谈。这个没有这回事。对，哎呦，好险我没有受。是没你不错哦。好的，现在请慧瑜宣布一下积分多少。好，这回合呢，我们珍妮姐得到了一分，英文是零分。我们的诗梅非常厉害，得到了两分，所以说我们的英文要喝我们的小鱼干甜椒汁。哦，一小口浓的柠檬蜜汁的味道。哦，我想到去蓝屿，然后晒那个飞鱼干的画面，然后还有一些苍蝇啊，然后，哎呦，好恶心啦！输了就是要甘愿受惩罚哟。而待会詹姆斯要用顾问的甜椒来做一道香喷喷的浓汤，究竟要怎么做呢？赶快来瞧瞧看呗！今天要做的是这个甜椒浓汤，嗯，那我这边炒的是这个杏仁片，先把杏仁片炒香，香喷喷的，哦，当成里面的坚果油，哦，先把它放这边，甜椒浓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准备来炒我们其他该炒的部分，哦，来，这个是菇类，把它放进，哦，刚刚有倒一些橄榄油，很明显放进来之后，你可以看都被菇给吸走了，嗯，哦，然后因为我们待会还会再加热，所以没有关系，就把这个羊菇的地方放进来，那放进来原因是因为待会菇啊，我们在这个打成这个汤汁的时候，它会增加粘稠度，你就不需要干嘛，你就不需要去放什么面粉或什么来勾芡，哦，对。焦类的部分呢，我放进来，锅底里面是没有油的，嗯，对，哦，因为我要让它有一点，要被那个菇吸，对，我要让它有一点接触这个锅面的地方，有一点焦焦的，有点烤的感觉，
哦，因为椒类的部分，你如果借由这个烤的步骤啊，香气会比较油，也会把那个讨人厌的那个椒的味道，把它拿一些掉，菜生味。对。哦，那有时候这个汤，有人会把它用这个喷枪喷也有啦，或者直接把它去炭烤也没问题。嗯。哦，那因为我们家里面可能你要做这个汤，你没有机会去炭烤，你也没有家里喷枪，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，其实也没问题。OK。好厉害。然后这个来。菇跟杏仁片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我们要把它放进去之前，因为可以把温度稍微拉高一点。这个是鸡汤，鸡汤，对。哦，把鸡汤放进来之后，来，我们把它放到里面来。哦，好羞哦。哇，哇，它这台有耐这么高温哦。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打气到什么程度哈，哦，这样已经没有问题了。你可以闻一下它里面的杏仁片的味道，跟菇的味道都有出来。好香哦，超香！哦，就不是单纯只是那个椒的味道，让人家觉得舒服。它整个有花生酱那种感觉，本来会对，本来会以为会有那个甜椒的那个清新的那个味道，但是完全没有。我里面放了这个脱脂的牛奶，哦，因为来点牛奶事实上对这个胃食道逆流是好的，我们把它放进来。而且胃食道逆流不能喝全脂的牛奶，尽量油脂少摄取一点。那我们把盐巴放进来，打得好细哦，完全不觉得它里面有甜椒啊。对，这小朋友看到就会爱喝。而且这个味道啊，其实是大家可以接受，因为它的杏仁片的味道有点拉出来。对，但它的粘稠度我并没有说，你看它是浓汤，可是我并没有放任何的粉去勾芡。对，我是用刚刚的羊菇的部分，让它有一点粘稠度出来。因为我们有加了牛奶进去，它稍微有点冒泡泡了，有没有？对，这样就把它关起来，不然它待会就乳水分离了。OK， 对，真的，煮久了它就会分离了。牛奶煮久就乳水分离。所以我们如果平常家里的所有的汤类只要有牛奶，就是有一点冒泡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稍微冒一下泡泡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把刚刚打的山药有没有？嗯，就直接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。哦。那待会喝的时候，山药也会有一点粘稠度，对胃的这个黏膜也非常好。这整个颠覆鸡蛋的配色。颠覆鸡蛋的配色，反过来。反过来了。好了，味道如何？试试看喽。哇。看这个汤哈，很特别哦，好香哦，你不敢喝，不敢吃，太香了，上面都是胡椒，胡椒粉，对，撒一点胡椒，好好喝，完全没有那个甜椒的味道，哎，完全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把它喝了，味道啦。五味杂陈，对，很鲜美的味道。妈呀，那个杏仁，杏仁片很厉害哦。你看片子好厉害，那个香味真浓到爆炸。对，而且那个山药真好。它本身那个汤已经是浓稠了，可是那个山药再去这样子在里面这样子的话，它怎么样咕溜？回家可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今天啊，说真的，恭喜三位。对，因为啊，三位虽然说赏罚不一定，但是每个人都是六分，所以三位。谢谢，而且真的有学到东西啦，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。那今天也是因为这个老师啊，跟这个我们医生的这个解释之后，我们对这个胃食道逆流更清楚，对，养成好的饮食习惯，对，好不好？早睡早起啊，早睡早起啊，主要是要定时定量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祝大家把身体养好。好，今天就谢谢三位了，谢谢。谢谢。待会儿还有改良版的金酱肉丝，保证热量低到不行。为了减重，你苦恼不知道吃什么吗？想要维持窈窕又健康的身材，却要和最爱的美食说拜拜。美食人人爱，肥胖不会在，你一定要看《实在爱享受》，美味小吃这样吃不胖。欢迎进来爱享受主厨吴秉成吴师傅，欢迎他。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？接下来做一个金酱肉丝。金酱肉丝酱料很多哎，啊对，而且烹调的时候几乎肉丝都要过油，它会有嫩度。对，哦，还有一个就是酱料部分会很多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，不要勉强硬做。啊，不会不会，我今天把它改了整个的一个，包括肉丝的口感也好啦，包括酱料的比例也好，对，都帮你在家里做了很简单的一个处理。哎呦。非常好。一般菜馆的金酱肉丝都会添加许多酱料，而肉丝都要抓腌过油，热量可说是相当高。今天吴师傅会带来什么小配方，把1300大卡的金酱肉丝降低成700大卡了，马上看下去喽。
一开始的部分，我们先来调这个酱料哦。我这边有一个酱油膏，你看两个比例大约差不多两大匙、两大匙左右。对，哦，那其实金酱肉是我们在炒这个比例绝对还会更多。一般的话，如果说以今天这样的分量的金酱肉丝，甜面酱大概需要多少？甜面酱至少都要倒一碗。哦，等于是多两大匙，多两大匙出来。哦，那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一个腌肉的部分，它的这个肉它会放了很多的酱料去腌制。哦，那包括要让它有嫩度，有什么都加一些有的没有的进去。对，哦，那其实我们在家里做可以这么简单。现在目前是两大匙的甜面酱，再加上两大匙的酱油，对，一大匙的米酒进来，一大匙的米酒，这边先做调整。刚刚酒加进去要加水了，对，对，水的部分也是两大匙的量吧，两大匙。来，再来就是肉的部分，我们今天用的是里脊肉。里脊肉，好，用里脊肉把它切丝。哎，一般也是用里脊肉嘛，对。一般都用里脊肉。对对，那其实金酱肉丝的满满一盘全部都是肉。对对，我们今天把它对破。对，一半用里脊肉，另外一半用有果胶的一个黑木耳。哦，这样聪明啊，这样聪明啊，是是。好，来，那在部分哦，金酱肉还有一个很大的元素，就是这个腌肉的部分。对，哦，那这个腌肉来讲，我们今天是爱享受，所以我把它尽量把它降到最低。是，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撇步。对，今天的爱享受这样做哦，抓腌减少酱料的用量。嗯，对，抓腌少。酱油对吧？对对对，里面的酱料你不要再任何再加其他进去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外面是不是有个酱汁？对。那这个酱汁用这个酱汁来腌料的话，你的内外的口感就一致。哦，懂你意思。一般的话可能会放什么蛋啦、香油啦，去腌。现在没有，直接拿酱汁来腌。对对对，你看我们就两大匙的量进来就好。哦哦哦，直接就搓一搓了。它本身也会有它的味道。哦，也避免说你每次腌肉的时候说腌肉失败，腌肉太咸，外面酱汁干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原汤化原食啊。对对对对，你就这样把它打进。因为这个里面有加了一些水分进去，然后现在放点这个，带点莲藕粉，有个保护膜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可以把火关掉，对，哦，直接把它撒进来，就是真的是泡哈，用泡的方式，好，那用泡的方式你也不用担心你的肉的水分会跑掉，因为满满都是水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做法真的是减少很多热量了，减多哦，差很多，好，这个一般的金酱肉丝大概是几卡啊，潘老师？哦，一般的金酱肉丝如果说是加上过油的话呢，对，大概1300，1300，对，哇，那1300不得了哎，对，不知道跑走多少路啊。好，来，这边就起油锅了哈，这边用一点点的香油，做爆香，一点点就够了，这时候才加油，对，前面一点点，后面再补一些就好，好，蒜头，蒜末进来，对。也不用温度高再把蒜末放进去，不然需要太高一下就焦掉。对，嗯，来，再来木耳，木耳先进来煸香，好东西，对，顺便学一个清道夫啊，哎呦，厉害哦，因为我们两个去出过那个木耳的外景，所以我记得哦，是哦，对对对，还要大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好了，那其实等一下做组合就很简单，看这个。木耳的部分全部沾满了这个蒜末，对，哦，所以这木耳的香味就很足够，哦，那温度也拉上来了，对，所以这时候酱汁就可以进来。这个时候放，对，肉还不用放，对，还不用，你先把酱汁的香味炒出来。哦，对，酱汁味道炒出来，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家里什么火不够大，有的没有一大堆的这种，对，那在里面拌。哦，木耳的粘稠度也会跑出来，酱汁的粘稠度也有，对，有，香味就出来了，你就在那边拌就好了，哎，好，就这样拌着拌着嘛，来，你看粘稠度出来了，对，胡椒，白胡椒，胡椒，把它撒进来，嗯，哦，这个香味，现在才拌肉进去，啊，对，现在把肉拌进来，整个都调整好了。哦，粘稠度够了，哦，反正已经没什么汁了嘞，对啊，所以你再翻个2番就够了，哦，试试火把吧，对，你好不容易肉是嫩的，就你把它煮一煮又老掉了，对，葱丝加进来，辣椒丝配色的也加进来，哦，香油，这时候再补一些进来就好了，唯一的油脂，对对对对对，也增加香味，哦，那你看你看整个的粘稠度都非常好，好，这个就可以做起锅的动作了。哦，那今天比较特别的部分，我们外面又加了一个小黄瓜丝。啊，潘老师，你看得还满意吗？哇，非常棒，因为它
从原来刚刚我们估算正常的这个京酱肉是1300大卡，对，那他现在因为他把大部分的这个肉丝都换成了木耳，对，然后再把这个过油的动作拿掉，这个穿烫，对，所以大概热量至少减一半以上，一半，对，至少减一半，所以他这个剩下大概不到700了，对，好，来，给，没事，好了，回来给，来来试一下哦。好久没有吃这种包叶子了哦，哇，好香哦！说入口了。你如果说京酱肉丝啊，让人觉得迷人的话，是它那个肉丝一丝一丝的迷人。但是这个京酱肉丝，哎，在它迷人地方，那一丝一丝的肉丝迷人的同时，你就可以吃到一丝一丝大量的青菜。对，整个嘴巴里面的水分啊，是那种京酱肉丝没办法比。其实这个其实更这个健康，嗯，因为我觉得说，如果说像原来的京酱肉丝，哎，那么多的油，那么多的肉，是，其实蔬菜的含量不高啊，对，都不高，其实对身体也不好。爱享受，谁告诉你说，哎，一定要吃的很不好，一定要吃的味道很糟，对不对？对的烹调方式，然后选择对的食材，做一些小小的交换，一样可以吃的美味，吃的健康，好不好？我们赶来谢谢吴秉成老师。哇。今天爱享受的京酱肉丝以黑木耳取代肉量，并用穿烫的方式减少过油，还加入有助于减重的小黄瓜、生菜片。最重要的是，将京酱的用量减到最低，热量降低只剩下700大卡不到。这么不油不腻又很美味的京酱肉丝，你一定要做做看哦。明天实在有健康，吃什么嘞？红葱肉燥，来，有点油跑出来了。对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红葱头末，把它加进来。我今天的干香菇，我不泡水。哦，你看整个的一个焦急也好了。哇，哦，是香菇一样。明天下午6点钟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接下来播出《生活接力棒》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接力棒让你的生活超级棒，琴棋书画相伴，边听着古琴边用膳，这是何等雅致的情境啊！如此王公贵族般的文人餐厅，只有在北京才见得到。夏天吃麻辣多燥热啊！